大柱这边哦，对，好来打，整个都出来了。哇 ！Oh my god！ 还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没有问题啊，先冰的状态啊。哇！你看一下。冰的，纯冰的，超冰，爆冰的 ，OK。哇，这个很这么冰，你们觉得能不能打？各位观众，我觉得应该是不能打，那我们来试测一次看看就知道了。来喽！哇，还可以打哎，各位观众，那么冰哦，好不好？OK， 还可以打，这是蛮厉害的。现在有请我们的海神专业解说员来帮我们解说。那个我们的飞机哈，一般都是用橡胶这个材料。我们先解释一下橡胶材料。橡胶材料呢，它一开始是软的，正常温度下，但是低温它会变硬。然后我们用的瓦斯。好，这种是高挥发性气体，对，也就是说它会把所有的油带走。试想我们在射击的时候，当温度低了，油被带走了，你的活塞就变成刹车，一颗很硬的刹车在里面，所以你的枪筋滑头就不会动，一旦不会动，整个气就喷掉了。好，这是一个基础概念。再来，冰凿的部分。因为它的边边是接触面，那一旦打到低温，这边会产生霜，就会结霜。结霜之后呢，也会产生摩擦力跟阻力。那我们的产品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都是轨道式的。它如果就算结霜了，它一样可以把它破开来继续操作。所以我们叫做 ice pick， 就是破冰的意思。好，基本上呢，抗冻性主要是靠这两样东西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，我们先把它打到结冰。一般枪打到结冰基本上就不能操作了吧，你就算换一个家也喷烟的啦。这刚是冰的状态哦。不够冰，再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整个都结冰了哈。还是一样的冰的弹夹。好，你看弹夹这边也结冰了。好，一二三四，来，你打打看那个手感，它的后坐力，你要压住这边哦。对，好，来打。整个都出来了，哇！ Oh my god， 还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没有问题啊，先冰的状态啊。哇！你看一下，好来，配甲，我再打一次。刚刚的甲再一次。好。29、28、2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，整个结冰的。对啊，因为很多玩家都是冬天来的嘛，就是气化问题。对，都气化问题，气化问题就是这样。我们做的就是主要是朝抗冻这个方向。对，所以如果玩家想要买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买这个冰这个牌子的系列就可以抗，可以解决这个抗冻的问题。很简单一个观念，记住好。不管多冷的环境，你的枪就算在零度以下，但是你只要记住，你的弹夹内的压力在6公斤以上，你的弹夹一定要保持哦，就是你的弹夹里的压力哦，里面灌进去的瓦斯的压力要在6公斤以上都能操作。但是你如果今天你弹夹冰的，你用的瓦斯不够力，那当然那还是没有办法，那还是没有办法。对，也就是说平常我们比如说弹夹放在身上，稍微保持一点温度，你的体温绝对在六度以上的，对，那可以让它维持在那个压力下，它都可以正常操作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我们能克服这些问题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如果玩家想要改这个东西的话，要去哪边找你们？改这些东西
西门他们有配合的店家啦，配合店家，对啊，户外啊什么那些都有。对，我们现在有自己的网站，那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购买。对对对，有些简单的东西自己就可以做更换啦。那如果说难度比较高的，建议还是找些枪匠来处理会比较好。枪匠他们就是买你们装备，然后就可以给枪匠帮你改。对对对，看有自己配合的嘛，那有些人基本上都会这样子。OK， 感谢我们的海神介绍这些抗手枪还有步枪那些的气体的工作，谢谢，感谢他们，谢谢。